为什么选骨科？因为我成绩好。少见。为什么选骨科啊？因为成绩不好、啊。看，超帅气。两种科，两种命。怎么这样子？心脏，为什么选骨科？骨科哦，骨科最 man 啊，还可以拿铁锤。骨科手术来锻炼我强健的肌肉。啊，都已经出来了。好哥，不要问我啦。为什么选骨科？不要问我。陈哥，为什么选骨科？这个理由我明天再告诉你。选骨科哦。吃的便当啊，好香哦，想不想一起来选骨科啊？就好吃的便当可以吃哦。为什么选骨科啊？因为我身体好啊，怎么样？我身体好、啊，嘿，三只手，嘿。森哥为什么选骨科？对装潢还蛮有兴趣，本来要做装潢。请问你为什么要选骨科？阿龙啊，阿龙在拍片。为什么选骨科？选骨科？你们不敢选啊？可能只是因为一时的冲动，可能是一时的冲动想法吧。一时想法，你不要诱导我讲。阿亮，为什么选骨科？因为我没有女朋友啊，我把我的时间全都给骨科了。